你而家大力去咧，就松啲，快脆啲松。在南非搞那个是比较私人一点，就只是我家庭跟他的家庭，然后一两个朋友而已。所以我们在香港搞的都是因为香港的朋友。我们回来之后，他们说有没有搞错，为什么没有跟我们说的？所以我们就在香港补一个 party 给他们的。所以今天晚上不是那种传统的坐下吃饭的那种，我们觉得这种办法就很无聊。所以今天晚上只是喝酒 party， 然后有一些表演。I think we're gonna do one at a time, see what happens.He wants like 10. Are you serious? 10? So he or she prefer? One boy, one girl. That'd be perfect. Yeah.到现在好像赚了十几万，那很开心的，因为其实我们收红包或者是礼物啊，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但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帮一个机构，好像那个 Nature Conservancy， 当然我们希望可以帮他们的。所以是本来是那个东西就给我们，就还给一个需要的机构。Give a pack. Okay. Oh, that's a lovely one. Okay.